可恶，这又是哪里？咱们好像越拼越远了。原本要到来时路回林泉峰的，但瞧此处的景色，倒像是到了山腹之中。哎，自从走出那片大雾之后，路就越走越不对。莫非那片雾有古怪？我看不止那片雾有古怪，这里也非寻常的地方。有没有瞧地上的东西？到处有兵器，升起横尘，看来倒像是个古战场。在这深山之中，却不知为何打这场仗。太行山自古极为难克天险，像是此地有隐秘小道可穿山，当时有兵士想由这偷袭敌阵，却被料到此事的敌军劫道，才会有这些征战的痕迹。这么说来，这也确实有路可以下山了。那我腿脚不差，应是如此。你所料故事不差，不过你们今日是很难生离此地了。这不男不女的妖怪是谁啊？我不和你这粗人计较，你们听好了，本座乃是十方鬼众中的外号冥皇的丹音。听朱老鬼说你们很有点名堂，这才特地挑这个地方和你们会会，可别让本座失望啊！我听过你的名头，听说你善于超师之术，因为钻研尸魔邪法，害死太过无辜的百姓，在20年前。被三大派围剿后下落不明，没想到邪得大名鼎鼎的冥皇，竟然会甘愿供人差遣，这倒是令人意想不到啊！没想到区区小姑娘居然知道本座的名号，看在这个份上，待会就留你全尸好了。都给我起来！如你们所见，此地在昔日曾有过一场厮杀，这些幽魂在此飘荡百年之久。渴求生人血肉，只是不在话下。你们想要活着下山，先过了的他们手上的刀剑再说。等等，咦，那里躲了个友人，本座竟然全无察觉。俺周身上下都是死人气息，你的鼻子哪里闻得出来？咦，莫非你……啊，你身上的锁链，你果然是……看来俺倒是挺出名的啊。邪术能吐仙玉钞，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阁下。本座不过和这些小子们有些过节要了断，阁下若不想管事，便可自行离去，本座绝不留难。俺本是不想管的，只是人死最重入土为安。你在此施展尸魔邪法，惊扰这些弟兄们的安宁。俺很是看不过去，想劈你几刀，为这些弟兄出气。听说邪锁能吐仙羽钞，身负邪锁之咒，发作起来杀人全家，乃是家常便饭。怎的今日却护起这些娃娃来了？当真好笑啊，好笑！
俺之所有今天，还不是拜你们这些血徒之耻。人血也好，魔血也好，这血锁链可是生人不济。既然终身脱不了这副蛊毒咒，那么专拿你们的来血祭也成。哼，既是如此，今日就一并试试你的本事。哼，今天算你们这些娃娃走运，咱们后会有期。哼，没用的家伙，居然自己先退了。仙羽前辈，在下。我说过帮你们打，是有非敌便是，明白吗？晚辈明白，那就有劳前辈了。好说，你们自己小心。OK， 好，这个战场没什么重点，就跳过了。多谢前辈帮我们解围，此恩此德，不知如何报答。俺可不是帮你们，想必你们也听过了，俺身负血锁链之咒。这血锁链一时三刻便需吸取鲜血精魂，否则便热如火炭，燎鸡透骨，令俺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每逢此咒发作，俺都难忍痛苦，只好挥刀杀人，让这锁链保系人血精魂。俺这血锁人徒的名号就是这样来的。嗯，前辈的事情我也听过一些，但道上以讹传讹，都说前辈是身染疯病，却不知是这锁链的缘故。就为这鬼锁链，俺数十年来不知造下多少杀孽，直至某日，俺在深山中遇上一群妖魔，当时血锁链正是俺痛苦难当，索性就和那群妖魔拼了起来。待俺把他们杀个干净之后，才发现发作不知何时已停息。原来这血锁链可不挑剔，人血魔血，他照单全收。啊，仙羽前辈在数年前忽然销声匿匿念机，想是从此之后改弦易辙，专是斩妖除魔之物了。说来惭愧，俺斩杀妖魔全是为了平息这血锁链发作之苦，与昔日杀人之时并没什么两样。不过人不在滥杀无辜，总是一桩好事。原来如此，仙羽前辈，你今后有何打算？人有什么打算？俺今日不过是重游旧地，凭吊一下以前的弟兄，也没想到会遇上这些事情。想来之后乃是回到山阴野地，不时追猎妖魔，以想这锁链，直到哪一天这毒咒消解为止。既是如此，仙羽前辈以后就和我们同行如何？咦，小姑娘何出此言？不怕哪天俺发作起来，第一个就杀了你？如前辈所见，这些妖人已经和我们对上，来日恶战无数，这是可期。彼等善用招鬼邪术，想必妖魔是杀之不尽，岂不正合前辈所需？原来如此，俺跟着你们讨伐妖人，你们可以多个帮手，俺也可保将来不缺妖魔可杀，可谓两相得意。小姑娘，你可是这个意思？是啊，前辈一身神力武艺，正是这些妖魔鬼物的克星，若前辈肯慨然相助，那真是再好不过了。小姑娘倒会打算盘，也罢，俺浪迹天涯已久，到哪儿都是一样的，只要你们不怕俺这名号惹来麻烦，把你们杀杀这些兔崽子倒也无妨。前辈，你的意思是答应了？
多谢前辈。既是如此，咱们赶快下山，找间酒楼摆酒设宴，欢迎仙羽前辈如何？三光大哥说的那么好听，其实是你自己想喝酒吧？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在这里耽搁这么久，为兄肚里的酒虫是有点蠢蠢欲动。啊，如今时来，俺也好久没有痛饮一番了。由此下山后，一路东行，便可抵达太原城。太原虽非以酒出名，但酒店茶馆林立，要喝的话，到那里再喝的痛快。那就请前辈带路了。跟我来。